期九个月还在卖鸡鸭肉流向九县市小吃店。在里面呢、啊。这批太公鸭过期六个月了，就在农历春节的前夕，屏东县卫生局会同屏东县调查站在屏东九如乡的点位食品和福佑公司在高雄的冷冻仓库查到过期九个月的冷冻鸡腿和过期六个月的鸭肉，已紧急将72吨的过期食品查封。点位的冷冻鸡腿是从国外进口，太空鸭则是向福佑进货。业者供称是将过期鸡鸭卖给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县等九个县市的小吃店、餐厅，小吃店等已下架4000多公斤的过期肉。卫生单位怀疑已有许多过期肉被民众吃下肚，两业者都被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移送，全案扩大侦办。东新闻，我们有没有吃过？报道。